像第一次发觉你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，还有挺细致的一面。怎么，你爱上我了？你值班现在都几点了？一个女孩走夜路有多不安全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加班。你加班加什么班啊？我之前从来没有跟除了戏班以外的陌生人这样相处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对于你来说，就还是陌生人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亲眼看见他跟星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是疼。这比出去的时候被别人砍了七八刀都要疼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来啊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？很明显。那我下次换个吧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只把你当普通人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你能待在婷婷旁边，一直守护着她，这就够了。我不要。婷，我喜欢你。不行，放手吧，放手。因为了解你太晚，我们到现在还不是朋友。如果有来生的话，你愿意做我朋友吗？这世界很酷。